到唔到到啦，不過我諗消息面上面應該都 OK 嘅，即係你話見到啲科技股，尋晚頭先講咗啦，啲中概股做得唔錯啦，因為阿爺嗰邊都放風，咦嗰、那個監管係咪都鬆鬆地咧，或者叫做有啲眉目啦，即係嗰個叫做成效啊，監管嘅成效咁。同埋馬雲又現翻身啦。係啦，馬雲又喺西班牙嗰度現翻身啦，即係又證明咗OK 喎，可以自由活動嘅喎，咁我諗呢幾樣嘢加埋都，即係所以點解一開波嘅時候都係講啲科技股啦，睇下金鑽啲科技股彈到幾高，可以帶動個指數去彈到幾高咯。嗯，譬如頭先你咁講就係譬如大價嗰啲 ATM XJ 就即係已經升咗唔少啦，而家追就直播空間就一般啦，可唔可以咁解讀咧？我諗我會認同嗰個講法嘅，即係好似你話喂700咁樣 ，OK 踢穿咗500啦，我當你假設今日，喂咁你上面望住嘅520、530之前都浪頂位，咁係咪咁快可以爆到上去咧？即係你個短線目標就睇住呢20、30，但係你下邊。如果佢真係調整嘅時候，其實都係20-30嘅喎，即係我諗係計個直播率嘅問題咯。